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迪丽热巴穿上丑衣，却散发高级时尚魅力。11月8日，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天，知名女星迪丽热巴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她的最新动态。照片中，迪丽热巴身着一件超宽松的半袖碎花衬衫，下身则是一条同样宽松但裤腿肥大的裤子。这种搭配在时尚界并不常见，对于迪丽热巴这样的好身材来说，这样的搭配似乎有些让人出乎意料。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穿着看似普通甚至有些丑的衣服，迪丽热巴却凭借自己的好身材和气质成功驾驭了这套造型。她的身形修长，线条优雅，即使穿着宽松的衣服也难以掩饰她的好身材。而她的脸庞则是充满了东方女性的韵味，加上独特的异域风情，让她的美丽更加独特。网友们看到这张照片后纷纷表示惊叹，有人称赞她将丑衣服穿出了高级感，有人感叹她的美丽和气质无人能敌。的确，在迪丽热巴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自信，她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女性的美丽和魅力。这样的搭配不仅展示了迪丽热巴的时尚品味，也让人们看到了她在驾驭不同风格造型上的能力。她的美丽和自信也为所有女性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丽之处，只要充满自信就能够驾驭任何造型和风格。迪丽热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员和知名的女明星，她还在时尚界崭露头角，展现了出色的时尚品味和高级感。最近她的穿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钦佩，迪丽热巴似乎拥有一种魔法，可以将看似丑陋的服装变成令人惊叹的高级时尚。在一些场合，她敢于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和设计，包括一些被称为丑衣的服装。然而她的出色气质和自信让这些看似丑陋的服装成为高级时尚的代表。她的穿着方式充满了创意和个性，总是能吸引众人的目光。迪丽热巴的时尚选择不仅展现了她的大胆和独立，还向粉丝和观众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时尚不仅仅是名牌和价格，更关乎自信和勇气。她的时尚风格鼓励人们大胆尝试，追求自己的风格，而不拘泥于传统的审美标准。因此，迪丽热巴不仅是一位令人喜爱的女明星，还是一个具有时尚洞察力和高级品味的时尚偶像。她的时尚之路令人鼓舞，充满了启发和创意，带给人们更多的时尚灵感。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